一个星期都去模拟的那个价格了。Supplier 对我们其实也是采取收缩账期的措施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也只能说跟我们顾客沟通，大家都蛮理解啦，都蛮配合我们这个行动。当然，我们在价格上会有一点点优惠给那些 cash 的 customer。然后第二来讲的话，我们也会有跟银行之类去做融资，我们会拿一些 debt 的资金来用，然后尽可能的就是让我们的 cash flow 始终都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。咱们的股东，我们的 management 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抉择。第一，是的。